近日有消息称，由侯孝贤执导、舒淇、张震主演的武侠电影《聂隐娘》因资金用尽而停拍，但片方称此消息纯属误会，资金并没有任何问题，拍摄暂停也只是因为导演组人员想先看前6个月来拍下的底片效果，几周后就会恢复拍摄工作。